后面那边有三个支柱，然后你们可以站在上面，然后手这样拿着，就很像抓着金字塔。然后就会看到超多人在那边这样，每个人都说下面一点，下面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左边左边那右边，不管哪个国家都是。妈妈难得聪明哦，难得。妈妈平常都跟着我在后面。哇！在罗浮宫耶！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！我们昨天临时就想说，来罗浮宫好了，然后我就上网看一下，就是那个 Klook 里面有卖。不用排队的快速通关票，所以我就昨天晚上买，今天就来。后面那边有三个石柱，然后你们可以站在上面，然后手这样拿着，就很像抓着金字塔，然后就会看到超多人在那边这样，然后每个人都说下面一点，下面上面一点，上面一点，左边左边那点，右边，好好笑，不管哪个国家都是。大家准备进去里面。参观了，我妈很想看蒙娜丽莎，我不知道蒙娜丽莎是不是在里面。我真的可以看一座雕像，看到一直发呆。他吃他的屁股，好肤浅的两个人。没有啦，这不是，这个是狮子啊，狮子在咬人啊。然后他这边其实有导览，但是没有中文。哎，没，不要乱摸，不要给人家乱摸啊！忍不住想摸一下。几百年前可以做成这样子的漂亮的石头，石壁真是厉害。欣赏蒙娜丽莎的老屋。找很久，对不对？超多人要看蒙娜丽莎。在进行吗？到了，看到了，每个人都在拍他。好的，我们已经看完蒙娜丽莎了。超级多人，但我觉得他那幅画比我想象中还小很多哎。然后超多人在那自拍，然后就是其实那幅画有点远，远到看不太清楚。对，我就不知道意义何在，但就是一个形式上哦，我看到蒙娜丽莎本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对。然后一出来之后就是纪念品店。完成。